今天很荣幸被退休军人协会推荐为评审审查委员、改革委员。前面不好意思哦，我感觉责任重大，但是今天看到各位在这么热天气之下来支持这行动，让我信心倍增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跟几个委员进去，会尽大最大的努力为各位争取福利、维护权益。假使他们敢对我们赶尽杀绝，那这么绝情，我套一句话，明年话，造反有理，革命无罪。前面大哥不好意思啊，拍谁啊？挡到人家的。到时候啊，我跟我们吴老弟吴将军，都是副总司令下来带个几万、几十万兵的，带着各位到总统府喝茶、喝咖啡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加油！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请我们军工教劳穿战服的伙伴站在第一线，我们记者朋友要看到我们军工教劳通通站在一起，好。那麻烦站在第一排面，麻烦站在第一排面。好，今天我们那个，请秋美拿新闻稿的到前面来。好，伙伴，今天我们本来认为我们公务人员啊、老师还有军人都在上班，没有办法出来，但是今天现场已经举报了。今天我们获得大家的认同，我们的愤怒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清楚、讲明白。今天我们的教师代表要请问林万益林教授，你领多少？好，我们请我们的教师代表刘亚平理事长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